还是那一句话，你在练琴有在用节拍器吗？有。怎么用？就是听它的拍点，正拍啊。啊，速度呢？我速度一定要从最慢开始练。啊，你有练快吗？从来没有快过。对啊，所以这个也是错误的观念，就是我您还是搞不清楚，所谓的节拍器它是一个调音器，它是一个辅助作用。它不是你随用，不是讲你250块搞要买节拍器等于练。我说过，如果哪有这种功能，我唔免遮可怜，我唔免搁底下铺神阶，底下高声讲啊，你来来上班呐、啊，你来上班。你要做的任务是，比如说我今天我再教一次拉西哆嘞，比如说像希尔，你先回去先找到自己的速度，我一拍一下的情况下，这个我再教一次，这个说重要也重要。你正常我们谱是不是看到是这样子？拉西哆。好，那我节拍器把它打开。来拉一次。来，它就好。来，我们来做实验。一拍要四个音。一拍一下，对。你觉得 O 不 OK？OK 嘛，好，80。OK 啊，4次，它没有问题，这不会耽误你们很多时间，你们回去就是这样练，节拍器点练来，来90。是不是它的速度已经确定90没问题了？现在是100，先听，哒哒哒哒，1、2、3，来。好，其实它现在就有一点比较差不多超过那里，它轻松啊。它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是一样拉那么长的弓。速度已经变快了，你没有试着把你的弓缩短，好，可是还勉强可以凑合的，来110。你比他快了，不要听到110就好快，110没有快，你的速度要跟他一致，拉西哆瑞拉。挑战成功，来，1、2、3，来，有点快了哦，对，再一次，3，来，好了，好，就开始他有一点在不行了，可是这个时候你别再哄你，当过兵的都知道。体能的 男生在吐贴脸，这边要跟我吐贴脸，他在吐贴脸，不是你说做20下、30下，那个时阵不是上痛苦，上痛苦是你已经做100个啊，已经濒临极限啦，的时阵班长都一个落去，你伫遐哭爹喊娘，那真正是叫天求神拜佛，希望班长听话，那手是伫遐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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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我们扯回来哦。现在是130，来，为什么我要讲这段屁话？就是要让他忘掉刚才练的。130。1、2。好，这个情况下，你有没有发现他要很专心听节拍器？因为什么？他跟他不熟，然后压力就开始来了。好，现在140。各位不要觉得浪费时间哦，因为不然你们谁要出来做实验品也可以的。1、2、3、4。这边太快了，这派题啊，它坏掉了。拉西哆瑞，拉西哆瑞，无你以为遐紧啊？对啊，哪有那么快？好，很好。再来，有无？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。快了，
我们假设今天先这样这样子，是不是吸耳你就知道说我练到多快？一拍一下，他刚才已经练到这样子了。一拍一下是150，你刚才已经练到这样了哦。你打拍子，你刚刚一拍一下嘛。啊，如果我们现在把谱变成这样子嘞？我们把谱变成这样子，是不是拉西哆瑞变成八分音符？有没有谁要自告奋勇当实验品的？啊，我们一样从60，你基本跳就是60啦。有没有谁要来当实验品的？快点吗？好来，拉西哆瑞拉西，速度一拍是这么快嘛？上来，没有连弓，没有连弓，在谱上面没有连弓。拉西哆瑞上来，很好，就是要4个循环才算及格，过关了。好，啊，因为已经八分音符较紧，我们一次加5就好，免得从头过安尼加十，安尼迄绝对一定手一定开的。好，65了。上来，拉西，拉西哆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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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很好。那以此类推，来，70，34，拉西哆瑞。假设他，我直接跳多一点，我说的是一样加五加五这样跳。拉西哆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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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来。对啊，他对啊。拉西哆瑞，拉西哆。好，那是不是代表说，哦，华姐她120，比如说她今天就上不去了。那他一样是练到这样子的120哦，可是是一拍两下的120，今天他就完成这样子。接下来当然就是欢迎下一位挑战者的出现了，就是4个拉西哆瑞。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拍子在切拍子可能没有人家厉害，所以我才为什么说，节拍器它就有一个 beat 的功能，我就可以把它切到1、2、3、4，它就会帮我们切成四连音了。来，谁要试看看？又没来吧？太快了。拉西哆瑞，拉西哆瑞，上来。可以啊 ，OK， 来来，希尔再挑战看看。三来，有个跨破，好，这样子就是60成功了。来，玉女试看看，3、2、3，来，拉西哆瑞，拉西哆瑞，拉西哆瑞，三，来。他快得起来，可是这个时候拉不起来，拉不清楚。这就是对我来讲，这就是练了不够扎实。那比如说，我现在降60，这个是100，1、2、3、4，拉西哆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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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我因为我们是从60跳到100，我再练16分音符，我一次都加2而已。一拍一下，我一次都加10。一拍两下，我一次都加5。
啊，因为无二点五糖分高，所以我在练这个的时候，我都是一次加二，比如说60，拉西多瑞，拉西多瑞，拉了拉完之后，我就是加二，再拉完了加二，拉完了加二，练到比如说像现在这样子来，我们来测你们的速度哦，通通有。一二三四，来，好 ，OK， 都拉不起来哦，来，啊，做好，来，我们再慢一点，这是90，拉西多瑞，拉西多瑞，拉西多瑞，拉，这个应该拉得起来哦，三，来，拉西多瑞，来，停下来，我一个来，应该有人拉得起来，三，来。好，你看哦，阿腾他一个拉得起来，可是连续4次他就会吃螺丝了，这就是协调性跟你哪一个不动好啊，阿你敢听哦？啊，就要去练了耐力的部分来，三来，对，中程应该100上得去，三来。有两个可以的，三来，好拉要自己强调一下，拉起头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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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来，你看你第前面三个 OK， 他到第四个你就 hold 不住了，那个就是练，那个是练无到遐啦，我们都讲嘛，来过过来，三。你都给人家拉出来，贵凤你拉出来都变成这样子，你又给他们变成那样，拉西多瑞多，那个多没有放掉，你拉起来都是这样的，拉西多瑞都拉西多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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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都没有放掉嘛？对，好，那个就是手没有放干净，来秀美，三来，你拉西有大忌呀，是。好，这给你们一个概念，你要讲快，不然要讲舌灿莲花，就是爱你舌头春喘，你咩讲话紧，你自己当老师的，你去试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。开始。1 2 3 4 1 2 3 4 1 2 3 4，慢了，啊，这个就是代表你的速度比90还低，你就是必须再放慢，先去找到自己的极限了，三来。太慢了，来，大姐，没有九环啊，你，所以，来，再帮你们，这个是80，来，你记也来，你们四个就好，三，来，活啦，别拍戏拍戏，听，拉西多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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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拉西，这么紧的，这背上是新版呢。拉西多瑞，拉西多瑞，三来，拉西多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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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那代表你们的速度还要再更慢，就是70了。拉西多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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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来。你们还是没对到，好，从这样一个小地方，我可以合理的判决你们四个，就是练琴无用，加歹记，再来练琴练了无够，再来练琴的方法唔对，敢听意思？所以像贵凤，你一直拉慢的，比如说他，我有用加歹记啊，他都练慢的，那你就是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。所以我说的嘛，你伫用30公斤的物件，你练哦，我30公斤能举300个。人讲歹势，迄只石狮70公斤，你去甲转起来一下就好啊，你扛袂起來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为什么叫训练？训练它一定要超过你自己的极限，它才有达到训练的作用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安利了解 ，OK。